哦，这个就真的就有说法了，这个就有说法了。哎呦，这个说法就真的，这张牌我跟你讲啊，这张牌玩法真的很多很多啊，很强很强。你信不信我？我就问你信不信我？你就回答信还是不信？信是吧？我信，我并不信你。对，所以OK。谁跟我聊？是陆之，我身份很重要。谁愿意聊？谁愿意聊？能是真的，我身份能是真的，很重要。走，年糕，我跟年糕走了。我可以，我跟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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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说，你说，你说。你的身份，你什么身份？你不是说能自证吗？对对，你信我吗？信我的话，你可以报真报假，随便你。但你先报一个。那我是保镖。你保的谁呢？我保的你。真的假的？我不是很相信。不然我不会这么快跟你走的。哎，哎，没法。OK。哦啊！游戏结束。你多捞啊！哎呀，我装着呀。哎呀，你别吓我呀！我胆子小呀，我装着呀，我装着网红死了呀！我装网红死，哎呦我，哎呀你多捞、啊！哎呦我胆子，我装网红死了呀！我胆子小啊！你把我吓死了！你要，我以为你要出去给他们报警，哎、把我吓坏了。了了你自己暴露出来，我装网红死了，那你吓完了呀？有点怕，哎呀！走走走、哎、OK OK 好的，谢谢娜娜的水晶马车，谢谢。穗皇要单聊一下吗？穗皇可以怎么单聊啊？就这样，你带刀吗宝贝？我当然带。大拇哥这敢单聊的？我跟他恋人。我以为你是坏逼、啊、恋人啊。坏了坏了，我以为你俩是坏逼，他想跟你聊，因为上把秀才哥也是这么把人骗去杀的。就我莫名其妙就这么死了。是的，恋人是很危险的。哇，真的恐怖！怎么还有一刀三响啊，仙女，一个刀杀三个。人呢？怎么都不来人？ Okay. 来，谁跟我聊？师傅，我身份很重要，谁愿意聊？谁愿意聊？能自证的，我身份能自证，找年糕，找年糕走了，谢谢你，找年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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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啊，小大哥，救命！小大哥，小大哥，你别跑！小大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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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跑！小大哥，小大哥，站在年糕的后面，哎呀，有点怕。很快的，不是你是我年糕。行，一轮结束，行，很快的，不没有痛苦的，现在没有痛苦的，就那个。